女婿，正是李秀珠，当作是，也就是珠。珠下，搁着伊每样物，双人退过不能干。竟然暗害四皇兄，又搁要害赵娘娘。将娘娘将太子，把我叔叔抱出宫里去奉上。今天来到此地，要向你指点，就是太子无事，背后有车，率体服国四大字。此人就是你的父亲，望奉上你连早去找回的太子。